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小杨。今天下午要去做客，是我爸爸一个朋友的儿子结婚，但是我爸现在这几天不在，我妈因为脚不方便也不去。今天下午就我跟我弟弟去，送那个红包，然后去就是饭店里面去吃饭。现在差不多5点多了，也要出发了。今天。他对潜在客房子记得非常清楚，一想到餐馆帽子，他的眼前就……现在已经来到了吃饭这里了，人还比较少，在这里宴会厅。啊，对，看的好比日子哈，大哥姐来了，我不会接你。别别啦，宴会厅还是比较好看的。我啥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叫啥？这个菜，我们玉溪的特产。不会啦，南京啥啥子酱？这在从南京的。这在里面打了过呢，还有今天一堆大鱼啊，今天就已经开始吃啦。来啊！我妈叫毛玻璃。大三娘到了。好，这边小朋友，边上小朋友，所以就上舞台，谢谢这位。大三。今天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在上午的时间里，我们不见不散，谢谢各位美团，谢谢。好。还会张钱乱说吗？我已经是我张钱了，这位张钱，大三啊，叫叫我。一段情。是因为当上班回来，那时候有点不健康，我跟你说。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永恒的主题。现在已经吃好饭了，准备回家去了。回家我又要去公司里面了。今天吃了差不多2个小时了，因为他们又举行了那个结婚的那个典礼之类的。在那里观看了一下，现在还有人都还在吃着，我们就已经出来了，因为我们去的早。然后拿了这个喜糖，还有一瓶王老吉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等一下再去公司里面，现在天要下雨啦。好啦，不说啦，再见。